来先升级吧，神石。哦，就是那个加一万战力的那个东西，特别好。是哪一个？要专属。这个定了，你看这个定了，这是未拥有，你要搞这个。这个是悟空的，这个是刷新的，你要选悟空的。他为啥不亮？这些都是未拥有，这些都在亮，只是说它这种特效，它背景是暗的，所以你看到它的亮，这些都在亮，周围都有圈。我们这祈一下，祈愿一下，神石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，我看出来了。那这不又不得花好多钱？因为你点充点充卡，它会购买哦，好贵呀、啊！这个必须要花那个吗？现在是孙悟空的概率会高，对，神石型就只有这个是我们要的。我们就买一下这个三十给十抽，这肯定的。你把这个找老板多报销一点的，前三天充的可能会多一些。神石特位，有这个就是那个神石呀。对呀、啊，我操，这个估计和那个出卡是一样的，68肯定要买，68十个和那个一样的价格。我操，今天充4000往上，别告到时候搞了。买68最好吗？就没68。哦，没有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这个我就搞一个悟空的就行了，不要搞多。但是我们已经充了4000多了，各位观众老爷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吧。啊、真的不容易，这个下载很不容易。你看还有哪些大笨蛋会来充这些游戏？嘎给你充了，给你看。我们这个一天就充5000了，他妈的，怎么搞的？这个还有好多，要把我们先买完吧。希望能出，希望能出啊！先这样，328先留着。神石，就来个猴子，这儿有62抽，刚好出一个必出的保底。蓝啊，龙族勇士，应该有一个就还行。有个 A， 我们是二取神青衣北海龙女来了一个，喂啊，这个有点神的那种感觉了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要中了，哎呀，五道之路，哇，4个 A， 我们要出了吧？我觉得 A 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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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没有了，好出了个这个还行，不然的话我要求大家点赞了，是吧？给你换了，来朱刚烈，降了8000战力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再涨回去。替换，刚才是点了培养，好，替换加了11000，就这么个东西，它还能再培养？升级？升不了级，只有这参悟是多送了一些小东西。哦、啊，这个要三次，哎呀，那就没东西了。它还需要这个英雄升级获得的这个星爵点数，你英雄没有升级。但是我觉得咱们赶紧把主线做一下，然后把该打的副本打了。现在又是十个体力去搞，看一看。好，买个68，我们今天真的充5000了。来领一下，这个4500给一个这个使用后增加神识经验两那么多点，20000点。这个是那个卡，应该是卡吧？新的连续流转，皮肤一般是连续流转是这么个东西吧？啊，就送了一个，这个还可以的，加一些属性，属于最针对他的一个强化。然后等到6000会有一个这个，我明天就可以到了，不要急。想问你是不是把工资全部充入游戏里的？是的，没有错。而且最近我搬家，还买了一些设备，因为我们要直播嘛，我们这里要直播。我家里那里的主播也要直播，我昨天还买了台电脑，因为我要去那儿剪辑。这个游戏第4天开始，我要剪辑视频，那个笔记本实在是不太好剪，我买了个新的电脑，所以现在其实根本没有赚钱，又亏了很多钱。但是等我们出新游戏，可以赚钱的。先等等，啊，这 PK 了呀，就是 PK 电脑没关系。但是你要想，你的工资到手就是真的工资，但我的工资我要投创业的，相当于是，在这个如果你把我看成一个企业来说，在我这个企业，它。投入还需要很多投入的时候，它是根本不赚钱的。投入的比你赚到的多，那你拿到手的工资其实就是负的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又是一个，哇，这么多涨，还是很爽的。这个技能很爽，待会儿给我们看一下这个龙。看不出来了。我靠！我靠！我知道，下一次再三放吧。你是私人运营还是公司的？我们和七里，相当于是七里，我们一直在做七里这个平台。然后七里的话，它和我算是一个有合作的关系吧。为啥七里不给资金？给的。我们这个充值，它报销实际充值的1/3。我跟老板说的，进行游戏。这主线啊，这有经验。对，哪里有经验？19级了。哪里有经验？哦，这个有一点。好，这些都是固定的。这个没有经验，你就直接点完。我们体力其实可以先买，反正都是满的，赶紧弄。这游戏后悔充值了是吧？反正我们后悔也没有用，所以后悔有什么用呢？没有用，把那个体力买一下，对，买一下，买完，然后还剩余5次，取消，别，我是要做历练的，点，你这里有一个，你一直没有做完，就剩一个，我觉得不太行。好，做完了，剩下的就是去天才地宝，剩到20级还是19级？哦，已经19级，已经19了，去做。你看这个画面，其实有的场景铺设的还是挺美的，我只不过因为它飞吗？因为它色彩很鲜艳，会在飞吗？
因为他没有筋斗云。你充钱了吗？你没充钱，他怎么好意思有筋斗云呢？是吧？来，工资出多少钱？给我们刻一下。走你。寻星又是什么鬼？是副本吧？副本。24级，太棒了！看一下排行榜，别人第一才14，我们今天20轻松松呀，先突破一个。我们要为观众考虑一下，这升级能加很多的，应该是再加10000，对吧？这个游戏，这个服我们已经 buff 了，我们真的可以暴揍全服。等我们到时候晚间活动的时候去暴揍别人，我觉得贼爽。你们期待不？悟空给他升一下，星爵参悟就是升级之后就可以有。哎，莲花激活，伤害增加当骨从1磅啊，加300，这个好像也可以。你看，这是哇，那么大吗？啊，也不大呀，就这么一点。上面要顶2毛，就你的那个，对，上面这个。上面是全部参悟，第二阶段才解锁，这一圈也会有新的东西。那现在只能把左边的打打吧。哦。好，没有点了。OK， 下面再升第二个。其实我们要主要升这个，先把好的东西给他。再给他出个机，哎，有个机制的。对。装备。哇，装备，杀星直接出7000，我操，牛掰！好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全服第一了，就这么简单。So easy， 哇，这家好多，一下把那个20000的给吃了，20000就是我们花68买的，好像，就是这个升到30不容易的，非常不容易。这个升级一键选择，这个金丹都没有，还有都没有需要用的，对，这个能升三星，升完，刚好解锁一个燃，这个就是有点太模糊了，可能我们到时候分辨率看是能不能变成 4K 的，现在这个分辨率是2K 的，就有点模糊啊，哦，分辨率不一样，只这个是统一。这个是一样的，这个东西还差多。我们往左边去怼怼试试看。哇，这几个先动了。蓄力到底是怎么蓄的？其实这个也需要研究。长安普攻吗？啊，这东西不够了。左边我懒得去给它升，也就升一下。星月点数倒是有很多。好，再给你升一下，先把刚才的那个东西加 A 的弄过来。现在已经没有 S 的了，这个已经升到20级，这个其实已经是能加很多战力了，就还不错。然后我们给它培养一下。啊，这个不突破吧？我觉得这个突破有点浪费，共鸣一下，加2000，升级一下，等等看，这个先升级，加10000，这就是综合战力，就是前三个角色都算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工会赶紧出来，把这个帮派门槛设置高一点，要学着踢点人，告诉你，这个一定要去好好去经营，我们这10万，10万太高了，6万，20万八万吧，少这个是允许高战过来，这个不是说不允许大家来，你们手速晚了。只能是这样，然后帮忙成员找特别菜的小鱼小食，这其实踢不了，应该踢不了，都5万，所以6万其实很简单就到了，因为我们入门门槛是3万，你看都没有4万的，其实这个很好弄，这等等看，别着急，等等再踢吧，啊，先踢一个，反正我踢一个这个家伙，我就能多一个8万的心灵谢礼，又是个战力，啊，这是抽那个灵，我知道，现在我们是冲了4700，4700，4800。4700，好，来领取一下天庭竞技，这个有次数限制吧？挑战哦，没有次数限制，挑战3次可以获得这个，拿个榜一吗？3分钟，打下哦，仅可使用限定，这是拼技术的吗？这好像是吧？公平挑战模式，完了，这拼技术的小龙，这两个人没有，没关系，反正你就主要是连技能的时候连好了就好了，对吧？别的也没啥，真的有点难，我们就啥呀？击败，普攻，对啊，技能普攻。等等看，好，这个没有跟上，少了一个，再换，可长按，蓄满，就刚才你要长按，我操，那普攻也没有连上，就是他是吃细节吃操作的，还可以，我感觉前十进不了呀，还需要赌一下这个技能，他影响你输出了，点早了，第二次的普攻点早了，拿不到第一的话，小龙慢慢来嘛，他。下来还有时间，帮我搞搞啊！这样的按着咱一直放。哦，长按不是，什么是一直放？就按着他这个要一直按着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就冲冲冲，一直冲。长按的那个吗？啊，好，这没有悟空啊，还一直用悟空就行了。在这个这样了，好，差点，要一直按着他没，他一直冲。对对对对，但你没打到他。这个好啊，没关系，这个确实就是让你对这个技能有这个熟练度。其实。我发现我们的那个连招更难一些，因为可能我们升的级高，伤害高，所以他要求。兄弟别跑！你直接可以突进一下。对你等一下，等他亮了你再点，别着急的。换了。
啊，跳过，别跳，别浪费我时间。好，下一打。哇，打不到啊！哦，打手，哎，再打下来，打手。没关系，这确实靠操作，打不着他了。这里躲着，先打下来。对，打。呀，你耍赖！躲，他这一大个圈。这个了。好，这个是超级大招。没了，没打着。这个很好躲，然后跑，跑路，跑路。对，果然是不太好操作。你看一下，能不能调一下视角，往下调一点。好，调不了算了。你应该往中间去调，试一下。啊，也调不了。好，等等。这个很好躲呀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变身。没关系，这个波光动画的时间应该不算时间的。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操！那另外两个角色都快要死了。是，放弃了就变身了，弟弟们。哇，这个还爽的。咋又来了？又是。我操！没关系，才过了三十五秒，你已经打了三分之一血了。没打到，这个特别需要调整这个技能，它不会自动的输。哎，可以的，就是这个长按的话，就先点一个普攻，它方向就做对了。打不到，嗯，打不到，就差一点。这掌接下来，就按自己跳，没得跳啊！你妈，闪闪，快死了呀！看这个，好，把它收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结束了。才死了，还这多久啊？我们打多久啊？哇，看一下，出来才知道，241秒，还这里差了别人60秒，啊，激活神石，这两个神石应该很强，直接升到8级，加6700，尼玛，你看我这个 A 激活了多少个？这是一级一级升，果然那个 S 的是真的牛逼，一剑凌血，这个是增加神石经验，各种增加经验的 ，B 的话没眼看，就4个，它都是用来凑数的，你知道吗？来领取一下，啊，来看一下 ，BOSS 全服对吧？23万，我们这不得去拿个 BOSS 的第一，说不过去吧？先看一眼排行榜啊，我们是第7对吧？直接把人揍了，拿第一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排行榜，我们现在是第一啊，第一不行，再打啊，第一不行，我再让他们可望不可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14万的，你是29万是吧？看一下，我们是打到10，他们是打到难，天不出现难。来出去看一下，哦，他们是打到8，我们是打到9，他们7，烂你们是，哦，他们才打了7，那我们这个好强啊！这里我看到有排行榜了，战力排行榜、对战榜，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慢慢打。帮派，我们暴揍全服第7，没关系，这个就是经营一下，第一天经营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我去不断踢人。这个以暗夜火英雄挑战，等等看，英雄挑战是什么？就是你刚刚那里，哦，是每一关的打的时间。好，没体力了，各位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今天也暂时充了4500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了，拜拜。